我覺得2012年最大轉變是阿錦，因為他以前沒有說那麼多話，除了廣播之外，嚴重警告，我們的支持者千萬不要報社民聯的口臭，一定覺得社民其實沒有什麼大佬文化，不過就有這個買堆文化、獨中文化、愚民文化，不喜歡說社運界也好，我覺得上一年簡直社運界已經變成一出喪屍電影。剛才說得很對，事實上呢， 民主派是一定要團結，還有一定要用所有的方法令到這個政府要退，不見棺材不流眼淚，一定要令它退。